这妖族天下，我与你共享。我不要天下，只要你当初的承诺。凡是你不喜的，都可以杀了。多谢大王。看来仙母之中自成一方空间，那道光芒把我们分散了。先去仙母看看情况。若望仙母，莫问回头路。天上御神引颈受长诗。但这些灵体是来自我佩山。他们不是死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老主，身体不太对劲，和之前渡过仙池的感觉有些相似。竟然是无露真身，这身材比紫薇邪还棒。上一个骂本王的人已经被本王送去喂狗了，而你喂狗都嫌恶心，帝王之慧。没一个好东西。狗皇子，你见过月亮吗？